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看着我们跟他聊，大概知道。哎呀，明白，明白。哎呀，我跟绿。本日上午7:00，一位郭姓妇人在台南转运站前疑似情绪不稳，脚踹两名路过的民众。本分局接获报案后，立即派员赶赴现场，将女子带回侦办，全案依伤害罪嫌侦办中。